本集由 Me Too 赞助播出。我只是来打个广告，就算并没有什么卵用。各位小伙伴们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内涵播报，我是周三和周五都约定你的主持人呵呵。愚蠢的地球人，快放开我，再不放开我就不客气了。筋斗云，俺老孙去去就来。这是一个快速下电梯的好技能，赶紧 get 起来吧。最后只是刹不住而已，不要在意这些小细节。和闺蜜出门逛商场，她非要滑楼梯，真怪我出门没给她吃药。以前是防火防盗防老王，现在是防火防盗防闺蜜啊。这算啥？味道忘不了。朱茵，看我带你装逼带你飞。小哥机智翻唱童话，表示我也被洗脑，原唱是什么我都忘记了。小伙伴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不会懂，哦，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天天都亮嘞，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天使，你爱的那个天使。堆好的雪人，看我的王八拳。雪人表示站着你都打不到，愚蠢的人类。论特效的重要性，简直毫无违和感。每当看到有人在撕逼的你，还缺点爆米花。妹子，你这出口好像有点不对呀、啊！我读书少，你别骗我。遇到水淹到腰上还来给你送饭的男生，你就嫁了吧，太不容易了，堪称史上最轻量级的柔道比赛。我一脚就可以搞定他们，嘿嘿。妈妈载着女儿出门，女儿在车上嗨了全场，妈妈面无表情，我怀疑是要送女儿去医院的路上。PP 一秒钟，天堂变地狱。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和一个爱恶作剧的损友一起上厕所，摔死大爷我了。今天收到一双鞋，味道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哎呀妈呀，原来是蛋糕，太有才了。主音打算来做俯卧撑运动，忽然被汪星人这个姿势，汪星人，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嘿嘿。主音只是随便问了一句要不要出去走走，汪星人们集体回过头来。是被关灯有多久了？如何让一个喋喋不休的女朋友瞬间安静下来？我可以说真的是这样吗？Sen de qué se le mío?
हां ठीक ही लग रही हो अच्छा बस कर दो ठीक है मैंने तुम्हें कहा है अपना फोन छोड़ दो जब तुम मेरे साथ होते ना तुम अपना फोन मत इस्तेमाल किया करो लेकिन तुमने हमेशा अपना फोन इस्तेमाल करना था जब मैं तुम्हारे साथ बैठी हूं कि मैं तंग आ गई हूं सेल्फी I don't want you to use the phone ठीक है it's all for that selfie走了这么久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了哎他妈的来个全身洗啊还不如不躲呢这个出场方式这么特别我看的比赛少你别骗我这气势相当霸气只是在最后的时候心疼跳上来的时候刚好被推过去这样科学吗喂刚下班的我和准备加班的你是我群魔乱舞去 KTV 就要这么玩只是结束要吃点药缓一下期的话题是说说你的前任结婚你是什么心情收到了小伙伴们的神回复祝你不孕不育儿女成群这怎么有点怪怪的呢本期的话题是说说你上一次喝醉酒是为了什么订阅有奖啦出海公头像有惊喜酷炫礼品等你来拿哦搓这里搓这里快赶紧的